啥超派啊？其实打得不差哎，但是很废而已。啊！打太疯啦！不够痛啊！根本不痛啊！根本不够痛啊！哇，这完全不痛啊！他好回哦，他超回哎，傻小啊！可是我刚刚去实验的时候就找这很废啊，所以其实我错估了吗？好不痛，我觉得我要后期才痛。我有攻击，我觉得我不够习惯他。嘿，我没有办法阻止，我没有办法 S 我的普攻哎。我连插眼都会有声音，都会有讲话。看一下。哇，好痛！我没有伤害耶，意外的我超级不痛。这角色应该要出陨落。哦，他跑好快！哇哇哇哇，这家伙超凶！我应该要出陨落。看一下 ，nearby。Increased by critical strike chance， 所以他是一个需要暴击的角色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要出陨落。让我试试看。哇！没有，刚刚装超差的啊！刚跟他们对打根本超废。白痴，抢三小啊！还有士兵输14只，输两波兵。慢打，慢打，慢打，慢打。打后期，最好是后期超强。白痴，你他妈一直捡我小兵，这么小啊！你有病哦！所以他应该是 Q 后马上接一个普攻。像这样子，这样至少痛一点。有了，有 feel 了 ，feel 了 ，feel 了。呼，呼呼。吃兵很难吃而已。哦，真的很难吃兵哎，真的很难吃兵哎，不是我在讲，真的很难吃兵。漂亮，漂亮！看懂了，看懂了，看懂了，有 feel 了。他怎么凶我？
魔。我刚有魔 R 的话 ，R 一应该会赢的。Thanks for ruining it. 加速。Yeah. 所以我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是他的位置，对。白痴，啊超爱秀，秀啊秀。你先说他的 R 坏掉了，他刚刚 R 坏掉了，没关系，我有 R 了，我有 R 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接下来看我秀。我现在有攻速了，我应该明显强很多。被打头痛。其实要凑满三个羽毛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，有点困难又不是太困难的事情，就是它是一个你要对着它放 Q， 然后又要加一下普攻，其实没有 AD 会让你贴到这个位置啊。说老实话，行啊，哇干的太痛了吧，别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刚刚是不是那个啦，少前维修多久？少前维修到那个吧，维修到他修好为止。六五。哇！我超痛！刚的什么？你这样都打不死，哇，真超烂！他的 C 很久欸，超级久，140秒，超久了。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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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吧士兵！他看起来就是 Q 一连击啊。Q 加 maybe W 吧。哇，这踢！吼吼吼吼吼吼！哇，我失误！哇，我失误 ，my bad！ 哇，好痛哦！他先出 IE。
可是先出 IE 其实电脑骑太久，我在想先出瑞兰会不会比较好？先出瑞兰会比较好吗？假如像老鼠一样，先出瑞兰之类的，或像 IC 一样，因为他有额外20%伤害啊，感觉应该先出瑞兰、欸。哇，干，超绝望的，GG。这角色的出装，看他有暴击会出什么好了，看一下，他暴击伤害加多少？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没有很多啊。Critical chance， 没有很多啊。没死，干他妈太夸了吧！还是一要先点高啊。其实一样先点高啊 ，Q 点高加20伤害，一点高加10伤害，感觉是一样先点高哎、欸。看一下，20%加9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20%加9？10%加4，所以它是45%吗？45%的转换率。我觉得初陨落很强的点是因为它会穿透啊，它穿透会带它的那个效果啊。我刚刚刚刚干嘛？傻小啊，朋友！好绝望，好痛。很难 hit 啊。瑞兰，骑手瑞兰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他们可以一起跳舞哎、欸！你们看到吗？他们可以一起跳舞哎、欸！哇痛！我其实打超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给你一起跳舞哎、欸，呼呼！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干！白痴，一定先点高哦，一超痛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出瑞兰。IE 绝对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啊，因为 IE 的缺点就是很明显啊，没有角色先出 IE 的吧？凯特琳会先出 IE 吗？我记得连凯特琳都不会先出 IE。凯特琳现在先出什么？
得起。以前的 AD 都会干，现在就不是以前的年代了。还是不会拉那个E啊，我觉得刚刚我拉的E拉得好的话，路线应该是死了。凯特琳不会出陨落，凯特琳不会出陨落，凯特琳要出，我找一下，凯特琳要出 IE， 可凯特琳不会先出 IE， 凯特琳也会先出瑞兰啊，先瑞兰再 IE 啊。东马先瑞兰再 IE， 那白痴，他偷我靠背，根本没得打。没有看懂这角色怎么玩，再试一次。